总有推动的力量。现在开始你的传奇。关爱空巢老人电视剧《誓言今生》马上播出，电视剧之后是晚间新闻，晚间新闻之后电视剧《悬崖》惊险上演。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。红色的警戒线刺痛记忆的伤疤，医院就掏出了手枪打死了爸爸。黑色的神秘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，同志的命就值一万美元。你可真是一个无耻的混蛋。沧海横流，激荡英雄本色。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晚八点档，誓言今生决战巅峰。心脏缝合，请各位注意观察。他的学生既崇拜他又敬畏他。我还想说，你还想说你已经看见我这张脸拉得很长了。给我挂一个司马医生的号。我这有司马医生的号。你是倒号的吧。我们的教育议题，现在当学生除了要品学兼优，家长们更希望子女能够从小学习独立生活。有学校组织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参加国防教育营，学生除了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外，还要试试亲力亲为，辛苦的背后学生别有一番滋味。实弹射击试阵让男同学一场枪林弹雨的战级实况。